他都已经被打成重伤了。哇，刚刚那个那一就根那我们穿就要过去去，巨魔那个什么巨魔之地哦，什么巨魔之地还很久嘞，还很久哦，久的嘞。想去还早，你们应该还有去巨七魔之只地晃左右的晃，魔物吧？七只好哦，那多，对，今天可能顶多再打了两三只，对啊，三四只，顶多四只可以吧，享受剧情，我也很享受剧情啊。我是哦。花2天才打到那个伪王的啊，然后还去请隔壁台的大哥大姐们带我过，因为真的过不了，因为太强了！我去蹭别人的，结果别人都很白痴，都死，哇，就我都没有死，他们都不撞墙啊，不撞墙一直在那边狂打狂打，我一直屏灯说这边这边这边，啊，没有一个理我。然后被伪王的两只大手掌拍下去就死了。哦，所以好了，伪我要王走也了，我要可以走撞了。墙啊。伪王可以啊，一定要撞墙，你不撞墙，你大概花10分钟再打。要靠洛斯打掉他身上的护甲。哦，对。就撞一次墙可以省10分钟这样。我也觉得金阳会复活，有看那个。金阳的 BGM 有变，登场 BGM 今天有看那个，啊，昨天有看那个啦，那个他背，上次才出帝王金，这次会出什么？哈巴帝王金，钻石，彩虹金。打完22等，基本上一等一只魔物，看一下他们几等，这17吧，17，对啊，大概。十几。感觉是七只吧，因为你倒数第二只龙要打过才能打那个啊，直接衔呀，接繁伪星你王。MREEE 哦，怎么了吗？好快哦！怎么你要不了要看看啦？繁星玩的时间跟我们玩的时间？是对啊，你你要不要看啦！一下？哎，不是啊，我这3天拼命在抓动物啊。哎，哦，好帅啊！我昨天真的是干了5个小时在狂抓最后2只任务要的环境生物欸。哦，有够难抓，它就是嗯，色维的环境生物，那体积要大，那色维环境生物就难遇人，而且又要体积大哦，拍卡被吸，拍俩这卡被体型，这次也有体型之分，就是了。有大金跟小金，哦，好麻烦哦。很麻烦啊，可以鉴定师。我冰原那边还没有做起哦，没有解那边那个那边怎么组啊？那边种族的任受务，残族，受残族。对，我回来了，你还，那你接吧，接。好，我接。是啦，你说的招式什么很明确，但是自己玩起来操控什么的，还是要自己去体会，来真来来，你的。来我的台，我跟你聊天，他们听不懂，我听得懂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过来跟我分享，因为他是连技能名称都叫出来，是不我是？真的假的？就说倒下去几秒到几秒之后怎么样做什么事情这太样。强了吧！你是打电竞哦，打那就个？打电竞说，他开这招之后呢，你要往什么方向躲？对，3点钟方向放一颗爆头，再往9点钟方向放一颗陷阱，爆头一爆之后，他头就朝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被电到，有没有？哇，真的很有战略。你可以去参加兽王啊，不是他们都会办兽王比赛，有啊，最近不是才刚比吗？比完啦、啊，有一个不知道打什么过1分钟欸，1分钟打完欸，好像就是监尸，剑师，黄金街，啊，我接什么？任务冰之龙，哦，可以了，要跟我讲啊。所以我说我出来跟你说街啊。啊！我想说，我开吗？不是吧！没有，我说你接啊。冰之龙，我带，靠位置太垂直，好，坐坐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，罚你去看我 YT 影片20次。
把你YT影片要挂着看，好赚哦。反正就是三人打四人血量嘛。嗯，走。然后你兵员坐骑只能自己打哦，不能叫朋友，不知道叫队友。你都知道哎、欸，都有偷偷做作业耶。稍微去爬了一下，不愧是杰克。啊，你是说傻粉吗？我都没有看。都有傻粉啊，先傻，打的时候再傻一次。走走走。我DSD已经打完伪王了，哇！大家都已经差不多打完剧情了，我还在这里闲话。嗯，因为说前阵子你们那个、啊、来台南玩，嗯，啊，无时间，无时间啊。哎呀，啊，我是因为时速需要就开着玩啊。嗯嗯哼，我到了。还谁还没看错了？我跑到没体力了，我看到蓝光还在前面往前走。嗯，嗯，后面还有雷狼、金丝、炼狱。他讲那些都 我要雷狼，他讲那些都要在巨魔之地的。哦，嗯，像我现在就是、这雷狼是巨魔了、哦。我雷狼在巨魔之地触发。哦、oh. ，你是要玩散弹哦？是的。我去，我去，你的太刀嘞！是，你的太刀嘞！让我玩一下重弩，再玩一下武器。梦想嘞！我觉得太刀真的还好，这版本梦想很容易破灭。讲这样好了吗？每次的剑切我都失败了。太久没打，我看到他啦，我来了，跳！哎、欸，我一起上去，抱歉，有了，我又在起一次，哦，错。哎呦！啊，你没有跳上去撞他墙。对啊，我都还可以再撞哦。对啊，狂野呢？我刚撞过一次，没有石头在长，我找到了。哎呦！好撞！哦，你熊好奇哦？对，撞到了。差一点擦边过去。最近常判定都这样子啊，一个超强的漂移耶，就完全明明是看他走过去，结果就没上去。对啊，这个冰是会往下掉还是怎样？哦，你踩到的话会那个耐久会降，踩到冰水的话，你那个耐力会降下去。我好像穿错装备了。哇痛！哇痛！我穿错装备。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等一下，我说啊，你说等一下，他是他不想等你。我用刚刚骗手剑的装拿大锤，完蛋了。我牺牲了，我牺牲了。哈？我牺牲了，我牺牲他了。你要换吗？应该还行，因为我没死。他真的是超会甩的。别说了。我最近在骑乘他们的过程，我都快晕死了，都想说观众会不会吐啊？因为大锤的画面也是超帅啊！啊，你下气啦！好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要下去了，他要下去了，下去啦！哇，玻璃破掉的声音好听。那是波啊！那不是玻璃破掉的声音吧？对啊，那是那个打开罐子要踩东西的声音。
这个音有点断。靠腰，我要冬甲鱼啦！你是不是很不想打？我要穿衣装啦！你是不是很不想打？不是，有人在雷啊！我按 F 一加五，然后不小心 F 一加六。你就不要放那么近哦。你每次都会是跑回家，你就是不想打哦。不想打要说啦。我要打啦！我又要打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掉石头！掉石头！哦，哇，这个路似曾相识的。哎呀，那一次是什么？打什么龙啊？金羊。哪有？哪一次？你那一次啊？啊，我的！你是在闹回家玉啊？那个吧，鹿手金吧。哦，对。我等你走了。一装，我的天！我只记得你好像很多次这样的啊。啊，就放很近啊！哇！哎，你怎么可以找鞋的？想不到吧？真的想不到。哎，被撞了。他这个冰墙不能全部去除掉。你要去什么？然后造了一层，不知道能不能第二层把它消掉。就冰墙啊，声音有点断，声音有点电，是我的问题吗？你的问题，我们听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这次要讲啊，冷，好冷，好冷，过来一点，好冷，我忘记喝，我忘记喝，靠墙壁一点，可以撞头了，请靠墙，靠墙壁了，现在在靠墙，没有，你离墙壁很远，悬崖不行吗？不行，好了，悬崖不行哦，不行。除非有断层，就是你下去可以踩到东西的，你可以把它甩下去，然后它掉到下层去。哦，我一直以为悬崖可以耶。上了，都好了哈。好，好，走。一中穿上去。看过去。撞下去！他嘴巴咬了什么？哦，咬了你！咬了我！怎么了？我想说嘴巴怎么黑黑的？你可以玩那个啊，冲枪啊，冲枪有一个就是插很像雪茄的东西。真的、哦？嗯。然后他好像就是爆破伤害跟炮的东西打下去伤害比较痛。啊！还可以再撞，杰克。还可以再撞，好。啊！冰块 ，Nice 招呀！你怎么把他带到洞里面去了？他想进洞。他进谁的洞、啊？但是这是一个西沟。什么西瓜？西沟了。哦，西沟。敲你头头，敲你头，敲你头！你好丢脸。哦，你阿公太丢他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对啊，我刚刚塞那脸了、啊，我快死了，回家去，来不及了，哎呦，舞蹈，哎呦，他头好亮哦，对啊，远远都看到目标在哪里，真棒、啊，大罗头超亮，啊都开，哎呦，他不用张嘴都很亮，敲你呀、啊。哎呦！嗯，装效果结束。哦，身上带太多东西。在哪里？好满哦！哎呦，枪！我骑，骑成失败。不要！我挡。哦，要死翘翘啦！不要啦！不要啦、啊！我他说不要，你还去打他？会龙龙，会龙龙。我觉得小雨应该会喜欢这次的冰原啊，可以布置小屋哎、欸。嗯，好啦，也许不知道。小雨，
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。他最近好像都很忙，他最近好少出现。声音断了。他说他最近好少出现。好，你怎么会那么断啊？是我这边吗？你那边又怪怪的了。网络的问题吧。蛋进来。没事没事。哪里有没必要？等一下，不要找我。你过，哎，要喝热饮了。我先喝一花药。不要催我，你可别催。不要。撑住，撑住。杰克烈火，我帮你补一下。哇！转这边，哇！哎呦，我转，我跳，我打，我转，我跳，我打。我的画面怎么了？我没抽到。哎呦！他是退兵了吗？没护甲啦。买大，嘿咻！我戳，干什么？他快没，他快喷不动东西了。哎，注意！倒了！转！再倒一次，再倒一次，发红发蓝光了。戳！哎呦，他把你载走了。没事没事，他有限高限低，到一定高度人会被丢下来。你说谁嘞？我吗？忘记换装备吗？可是我也打得很强啊。我是穿他的衣服欸。那时候我披着你的皮啊。我要捡石头。还可以撞欸，靠墙靠墙。过去啦，敲啊，撞墙啊，敲啊，戳戳。不知道这样子打了，咚！哦，点刚好过来接我的锤子，谢谢。啊，我可能会掉哦，我没耐力。好掉了。不是啊，受冰伤啊。这受冰伤真是没办法，很容易啊。转一下就掉了，很容易就掉了。耐冰差。哎呦呀！嗨，你好，谁捶我背？我。哎呦，我挡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再来，第三下果然还有。我觉得这不是最后的啦，应该还有吧。我还在吃水。出水。李慧慧，我有穿衣服，对，不紧张。哎呦！锤子配那个杜啊！干什么？要逼我去泡温泉哦？有开放解围锁吗？今天没有。哎呦，转！高大喽！哦，你飞好远哦！这是锤子最好的地方。看不到啦，你的冰块。小朋友，不要喷哦！我该进格哦。嘿嘿，环形裂灰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不要跟你 King 哥。
我跳，我戳，没戳到，戳到了。啊！有人想干嘛？我要躲在温泉补血了。变冷了。没事，会变冷泉吗？你泡温泉，继续泡，继续泡。它会不会软掉啊？会怎样？不会啊，是我们会，我们不怕冷的啦。哦哦，啊，效果啊！哦，枪兵这个冰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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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进去泡温泉。好老路。他来了。哦，水温有点凉啊，你们怎么说？冷掉了。哎、欸，有冰块在温泉里面啊。啊！还有一个三个冰块直接掉到头上啊！哦，是杰克哦，你说他回家里是不是很多次了？不是，他不是他连小心小心小心！等一下结冰有冰块、欸、冰块，这个温泉快被围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可以撞了！我没有石头，我来我来，不过要先穿衣服。哎呦！魔物清单，我又没有什么魔物的影片。去看我的，去看我的。没撞到，你撞到我啦！我来啦，弄掉啦！哇，弄掉咯！转转转转转，瞧一下，瞧一下。你要去哪里？不要走！你给我等来！他有人拿钩子抓他！等来！回来！转身一转都穿上去了，你给我看这个！欸、有掉入哪里？不知道，有左下，这左边有显示，那也是不知道在哪里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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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动差，墙壁旁边。墙壁旁边，墙壁旁边。啊！哎呦！啊！弹我还要出！哇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你不是要喷的后面那一只吗？刚好在同一个路径上，路过路过。我还以为你要喷后面那一只，你干嘛喷我？啊！就可以骑了。啊！他跑了。我去睡觉了吗？大伙，我真的回家了，我要回去拿乐饮了。好，去泡温泉啊，这管啊，泡温泉啊，我还是顺便拿蜜药吧。等他睡吗？等他睡吗？他不会睡吧？他没有睡啊，他只会看而已，他现在没有睡。哎，哎呦，他太中间了啦。哎呦！是啊，锤锤万岁！啊！我戳你头！驾！呼呼！啊！嗯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挡！我挡，我再挡、哦欸，我要回去了、欸，哎，什么？还是都先回？不要，
不想回。妈想干嘛？我挡。啊！哎呦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！回个血，回个血。嗯。我来了。可以撞了，可以撞了。嗯，你们撞，你们撞，我要回去。安徽。等下，这个位置有点中间啊。瞧个位置吧。我不是叫你喷烟，你赶紧过来！哎呀，这里可以，不要啦，不是啦，是不是有地狱远他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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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了，我一中，弄瘪喽，我喝一半的。不是啦，红眼、啊，红眼，好啦，红眼就戳你脸啦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挡，还有吗还有吗，再拉，我挡，挡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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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穿着锤子装的我来了，哇，威威威威，快点，灭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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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啦！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，陈总，我帮你撒粉，陈总，陈志我撒粉，哈哈，哦，我撒撒粉，要来了，来了，哈哈，阿飞，阿飞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过他，不要再弄他，他走了，他走，他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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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啦，我刚亲你的头啦。哦，好累哦！我们现在粉尘改成快捷键是好好吃。我的粉尘一直都是放在快捷键上面，紧急的时候就救队友很有用。我本来是用滚的，可是我冰原道具太多了，我现在只剩下一格龙、哦、一格可以放东西了。哇，这么急？对啊，没有是看自己啦，因为在那个。巨魔之地陷阱很好用，哦、嗯，然后又带打消果实啊，闪光弹就看有没有需要用而已。困，就困。哎、欸，不要用有没有啊，不要用爆头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可以的、啊。因为你勾上去。哎、欸，好好，那不然这样子好了，等一下、喔，好，把你放好了。我没有爆头。好，然后我来，我来。好。懂吗？因为你如果放爆头的话，没穿。那个衣装的话，你会马上下来。嗯，哦，第二次就知道了。那以后就不用爆桶了、啊。爆桶你可以放在墙壁边，如果你会 撞成功的话，会蛮帅的。确定是在撞墙壁面的话，嗯。啊！哎、欸，我格挡了，你为什么可以打我？没事没事，你不可以站起来，你不可以站起来。哎呦，右下，他上兵了。哎、欸，抓你脸！啊啊
是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哦，掉兵喽、哦！每次都是我要冲刺的时候掉兵。啊，好冰啊，好冷啊！啊！好，穿个衣服。哎咻！我跳。没跳起来哦，哎呦，没人打又打的啦，呀。你们是穿上位装还是？穿迅龙。哦，好啊，没事没事。上位啊，嗯。你穿上位吗？这是没有，那就是那个啦 ，M Man M 装，就对对 M 装 M 装。哇，这 BGM 不是打完面镜王的 BGM 吗？哎、欸，没断尾哦。好，没有，嗯，没关系，下次可以。没有特别去打他尾巴。挖矿。哦，这里有矿。嗯。会很会躲，这边还有啊。他保护色、欸。嗯。没认真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要看小地图啊！他蹲下来了，想盯啊？对，有啊。我们之前也是有在慢慢磨，就是魔物脖子的方向是他起身可以撞的方向，所以可以放在脖子后面的墙壁，全部零。嗯，刷26次。控制寒气。嗯。未确认生物：萤火龙、灭尽龙、钢龙、阎王四套。哦，我怎么会未确认？真的不像打这只、欸，哪一只？双翼风飘龙。哦，因为现在他调查等级很低。嗯，明波黄怒，黄怒还没。你们现在都是打力战的吗？当然不肯啊，还是能打就打、啊。哦，挑弱一点的。我想说你们打一打，旁边会跑出什么牙龙种还是什么的？哦，那个就是他会。随机跑出一个给你，那就是去里面破坏魔物、嗯，用陷阱抓都会增加一格。啊，那个倒满了之后就会随机挑那个给你，挑什么给你？就像比如说飞龙种的话，就如果、嗯、它有分啊，就是比如说鸟龙种好了，鸟龙种如果是两格的话、嗯，可能就是烧鸟或炫鸟；啊，如果是四格的话，嗯、可能就是毒妖鸟或水妖鸟那种。
所以你那个越长的话，表示是越强的龙种哦。像古龙种就是很长啊，超级长。所以就是进去里面尽量能破坏就破坏才会加研究等级一栏。